讲，今天是你带我们去巡逻吗？对。好吧，别怕，我带我们出发吧，出发，开车。连长，我们的车是只能开到这儿了吗？对，不能再往这开了，看，只能徒步。只能徒步了吗？对。我们怎么要从哪走啊？我们现在正对着这个雪山，从这个湖边山脚下再往上走，到了那个岩石那上面，就往再往雪山进去。目的地是往雪山往里走，就能到达。这连长说我们还是要全副武装。你看连长戴的这个脖套、钢盔、墨镜，然后连长说要给我也戴一个。根据计划安排，今天我们组织队组的你们继续巡逻。现在就跟着连长一起要巡逻了。这边湖会变色的，到时候下午会变蓝色。我走的太慢了，连长已经到了那边。连长，你意思是我要爬这个绳子上去吗？哦，你确定吗？班长，你在干嘛？上面再挖一个，上面再挖一个，上面再挖一个。就是弄点槽，到时候好有抓的地方是吗？哎，村长，这样吗？对，往上走。然后村长。不影响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经过一路颠簸爬射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的冰川。连长，你叫什么？介绍一下你自己。我叫阿旺罗布。阿旺罗布，对，也是藏族的名字。对。什么意思呢？阿旺就是心肝，罗布就是宝贝的意思。啊？心肝宝贝。连长又把墨镜戴起了。不，这雪的反光太淡了。是吧？光线太强了。是吗？应该从早上我们出发到现在已经有5个快6个小时了。嗯。怎么样？你自己感觉？啊，连长提问我了，我感觉还不错。哦，连长吃雪了。习惯了、嗯、甜的。你在这么美这么艰苦的地方巡逻之前，你自豪吗？我自豪，因为我身后有赶毛的万家灯火，所以我们要守好这一线。你觉得自己牛不牛？我不牛，祖国牛，祖国的人民子弟兵，祖国牛，我们才牛。哇，说得太好了，我要哭了。Yeah.